咧，即係新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 香港第一次搞。首先第一步咧，就睇睇呢一度嘅 catalog， 用 email 睇到啦。咁我嘅 category 就係遊客用。我名叫做 Anne 啦 ，category 就見識人啦。咁係啊，我叫阿財，新移民人士。我叫番薯，咁我係我中文人士。我係大 B 啦，咁我係情景級讀嘅。我係 Danny， 我係藝術工作者。我叫 Jack， 我係記得咗邊個？係我叫阿鐘，係一個外判工人。我係文。有少少 warm up 下你嘅身體啦，同埋你嘅心情，等你準備好咧去傾偈。Miss DC HRSTY。你同邊個傾偈啊？阿財，咁佢比我想象中開朗得多，即係可能之前會驚新移民可能俾人歧視好多、排斥好多，可能會會唔開心多啲。但係我見佢都係用好樂觀嘅面度，係直頭唔止係了解咗新移民，而係了解咗阿財呢一個人。Lily， 姐姐仔會，姐姐仔會，即係呢位俾我啲衝擊。我諗其中個諗法咧係轉行嘅諗法。有些人覺得其實性工作可能都即一般社會的想法，會唔會未必很光彩啊？你要幫他哋，其中一個幫的方法就是讓他哋走回所謂的正行。但係都比較衝擊，就是你是要幫他的問題，但係有些人覺得佢去第二啲工作，佢可能揾唔到嘢做，可能要我做喎，或者牽涉嘅人太多，就唔係話幫就幫咧，就咁簡單。首先佢覺得佢自己份工冇人睇，有咩感覺咧？小美俾你。好開心咯、啊、個人，其實因為可能之前睇過啲電影咧，其實都了解多啲佢哋嘅，咁但係就未真實接觸過一個人咯。咁接觸咗之後就覺得啊，原來真係咁喎，係啊，係啊，同埋發覺原來啲人嘅即係啊嗰啲客佢係中意啲乜啊，咁都幾有趣咯、啊，聽佢真係好坦白講啊，係啊，好坦白。啱啱就同一位變性人阿祖安啦，分享睇完佢呢本書，個感覺就一嚟阿祖安本身就一個好 outspoken， 話好坦然去講佢感受嘅人啦。咁我哋都即係頭先都討論過一啲，譬如好似佢自己個經歷啊，佢同宗教上面嗰個掙扎啊，或者係佢嘅一啲點樣睇個社會同佢關係。咁我覺得都係幾有趣。嗯，你頭先揾咗邊個傾偈啊？番薯。之前真的會覺得會不會是空食浪費那些東西，即是有少少，有些真的是其實是可能他自己即是他自己的故事就是可能很精打細算的，即是屋租啊那些東西，即是自己生活開支都要即是計過曬的這樣，社會那種可能我覺得是全部的主流壓力逼到他們這樣，那我覺得可能透過這個活動可能就比較改善了一點。同長大一點傾偈，戒毒是一個長期工作，即係唔係今時戒咗，下次就唔戒啊？咁嗰個概念就同以前電視機講嗰啲咧，即係一戒完毒就哇，好似好健康啊個人。係啦，即係有唔同嘅。咁佢會話俾我聽，即係話咗俾我聽，佢分享咗個內心嗰個一啲掙扎啊。係可以係好精彩啦！每個人其實都有每個人嘅呢個故事。咁其實即係喺呢啲咁樣嘅渠道，大家可以大家接觸得到之後咧，咁其實可以將呢啲力咧，可以或者啲故事咧分享出嚟。咁其實我都覺得，將今日見到嘅嘢可以同翻身邊嘅朋友講，話俾人聽今日聽到嘅故事。咁其實生命就係咁樣。我今日本來帶住一個好差嘅心情嚟到呢度咧，其實就唔係好有準備去閱讀人哋嘅故事嘅。不過就遇到幾本很好的書啦，好多謝 Joanne， 多謝 Banky， 多謝小美，咁即係佢哋嘅故事讓我可以離開一啲自己嗰個狀態裡面，然後發現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個世界，而嗰個世界原來當我去接觸另一個世界嘅時候咧，我的世界會變得不同了。未認識他，你就在嚼他、鬧他，其實你認識他的人是怎樣的時候，你
你會有啲唔同嘅。我哋今日咧希望個目的咧，其實就係希望你唔好睇人睇埋一邊，亦都希望咧你唔好太早對一個人咧有一個判斷。我哋嘅文化所 Cultural Club 有一個新禮拜啦噃，係 Abby 啊，我係 Sharon 啊，咁我哋繼續拍片啦，係啊，所以好耐啦，自己介紹自己啫，好啦，我哋今個禮拜咧要繼續講真人圖書館啦，咁阿 Kim 咧就係其中一本嘅真人圖書啦，阿堅咧就係Booker 先嘅總編輯啦，就係搞呢個搞手啊，咁咧我哋上期咧上一回合咧就講到好大使命感啊，因為阿伯堅講到話希望成個香港都會將呢個真人圖書館嗰種溝通啊，打破呢個歧視啊、偏見啊咁嘅嘢，傳開去令你個眼神懷疑，我見到我不即係有睇開我哋嘅觀眾，只不過我比較嚇衰啲㗎啦，即係對於香港嘅市民嘅信心比較低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懷疑一樣嘢就係、是OK， 我搞了很多個不同的地方，可能用不同的名義去搞一些溝通 的活動，但是即係傾過的人當然他哋。就哦，原來你係咁嘅，哦，原來性工作者係咁嘅，但係即係口裡面一套，心裡面可能又會另外一套。究竟係咪真係咁易咧？呢件事其實我哋就即係從來都唔覺得呢個係 magic 嚟嘅，即係咧你始終咧都係嗰、那個即係到底係唔係你個人喺裡面有個改變啊嘛？咁你冇改變嘅話咧，咁其實到最翻咗又咪又係咁差唔多咁樣。咁譬如我哋嗰日咧就完咗嘅時候有個。即係朋友就傾起啦，佢話即係咧因為當日咧我哋係揾咗一個外判工人，咁就嚟到當中，咁佢係我哋書字即係 Bookstore 裡面咧一個嘅受訪者嚟嘅，咁佢就講咗香港外判制度嗰個監管嘅問題咧，就點樣令到佢哋咧即係俾人哋即係抽水再抽水咁樣，即係咁樣嘅狀態。咁喺咁樣嘅時候咧，跟住我哋話啊喺呢個活動裡面我哋傾偈喎，啊好開心，我放開曬懷抱喺度聽佢講嘢，佢咧但係。我好擔心嘅咧，就係咧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冇同樣嘅心態咧嚟望住我，即係樓下個空間。呢個都係我嘅諗法。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咁我今日嚟到做咩啊？無謂嘅喎，咁樣。咁所以咧，有咗呢個諗法之後，佢哋彼此之間有個分享啊。咁咧呢個提醒咧，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自己有呢個諗法咧係你自己嘅事，但係咧你講翻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會即影響緊其他人，咁、我覺得呢個影響力本身咧就唔係一次過、即係遊說咗你岌岌頭，你岌頭先係咁樣，即唔係咁樣嘅，而你每一日都講，朝頭早又講，晏晝又講，你同唔同嘅人都講，咁嘅時候咧，慢慢呢個氣氛先會滾動出嚟。即係對累積嘅啦，咁咪真係要不斷咁寫。係啊，即係不斷啊，真係。中學嗰個借書活動咁，每一次要借五本書，然後寫個會。千幾本書啊！即係一年鬥多咁樣。係喎、咁先可以改變到香港嗰種比較萌塞嘅觀念。但事實上，你係要睇得多，你閱讀得多，你先至可以去思考。如果你永遠冚埋咗。以為只是借了但是揭開來看的，那可能其實對他沒有幫助，那反而其實、這個活動我覺得好處的地方就是他們是即嘗試去打開自己，或者他想見識以外的東西，因為可能每個人真的有一個很 unique 的地方、很獨特性的，那當聽到不同書本的時候，其實他們自然會咦咦，原來可以有咁樣嘅方式生存嘅。咦，原來性工作者原來係咁樣工作法嘅，或者變性人原來係經歷咁嘅過程嘅。咁可能對佢哋講係打開咗一個新嘅空間咯。咁你話呢一個真係 starting point， 咁我覺得係要累積。慢慢我突然間咧就喺度諗，我希望即係或者我都期望裡面有十個人，譬如 let's say 十個人去借書啦，有一個半個會覺得，咦乜我以前諗嘅嘢係咁嘅，即係起碼知道原來自己諗嘢係咁有偏見或者 bias 嘅時候咧，佢哋以後落嚟會即係哦會唔會係咁咧？即係我覺得少少呢一下，即係微跳開咗自己嗰個思想，都已經係已經係做咗啲嘢。其實都好關鍵嘅，即係譬如嗰日咧，即係你譬如見過阿 Kim 咁樣傾過偈之後咧，
咁你就開始發現咧，其實我都可能做到啲差唔多嘅嘢嘅喎。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少少諗法咧，其實就好似點著一支蠟燭咁啫嘛。即係咧你未見過嘅時候咧，你喺報紙見過嗰個人，跟住你就覺得哇呢個人好勁，一定係有好多 level 嘅，一定係即係佢背後嘅後台一定有好多人養嘅咁嗰啲啦。咁跟住你強推完，佢冇人養嘅喎咁樣，即係佢自己養自己喎，咁都得咁樣。咁有個咁明顯嘅一個具體嘅人喺你眼前嘅時候咧，你個諗法就開始有啲改變。哦，這個我有一個真係親身的體驗喎。我本來咧邀請到你的時候咧，我喺度諗緊會唔會share 翻即係我上一年的經驗，但我而家忽然間覺得是一個我另外一種經驗，就是學佛的經驗咧。我是見到身邊有啲人學咗佛之後的改變之後，突然間，咦，我會唔會個生活都可以咁咧？然之後慢慢去轉嘅。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是有啊，有少少傳染病咁呢種生活形態嘅感染嘅形態。因為我哋即係老實講，香港人的生活實在太一條線啦，即係得一。A 同埋 B 同 C 嘅，冇安啊，冇得揀啊！即係唔係呢個就呢個啦，唔係炒樓就炒股票啦，即係我冇其他嘢炒啊啦。或者當你餓嘅時候就覺得奇怪啦。係啦，即係當你唔係做一啲正經嘢嘅時候，唔係翻朝九晚五，人哋就會歧視你㗎啦。同埋點樣定義你係正經嘢咧？係啦，呢樣嘢 even 我老豆都歧視我。即係你哋做呢個節目會俾人歧視啊？咁都有可能。咦係喎，係咪咧？要私底下講啊。呢樣嘢係有啲人奇怪嘅，即係。點解咁多個 category 唔做做呢啲咁冷門嘅嘢咧？即係 kick rate 都唔多嘅時候，你唔講啲衰嘢啦啦。係啊，我要做你本書啦，所以話。不如阿 Kim 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有冇一啲人啊會繼續 keep 住同你聯絡或者點樣？有噶有噶，即係嗰個活動之後，其實都有一啲真係讀者係 keep 住，因為佢哋好有興趣。呢一種模式生活，真係想知道你有冇餓啊？係啊，即係其實係咪即係餓唔死嘅咧？或者係瘦啲咁解咧？係啊，即係其實係咯。OK 啊，你想 keep 住可以咁樣嘅嘛 ？OK， 即係佢哋係 keep 住，同埋我諗係好似變咗一個輔導員咁，其實係。好像他有一些疑難，很想去找人家去前景輔導那種。是啊，是因為他們真的會想著死了，如果他讀完書之後找不到工作那怎麼辦呢？那難道還問媽媽拿錢嗎？那可以有什麼方法？其實我想是經歷了我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是他們是聯絡，點解會聯絡？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咦，原來可以真係諗到啲辦法，去揾一啲生存嘅方式去做咯。我覺得佢哋嘅一個點講咧，嗰陣補充劑啊，即係佢哋唔夠膽做嗰樣嘢，但係佢見到有個實例喺度，仲係生存緊嘅，佢就會越嚟越嚇好大膽，即係個選擇咁樣咯，會唔會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你係做咩？其實我雖然你好有興趣做，其實我都唔知我做緊乜嘢，唔係，其實應該話係我係。做緊唔同嘅工作，但係唔同嘅工作其實唔係一份 full time job， 其實每一份工作都係 support 緊我點樣去生存咯。即係譬如可能寫旅遊稿係我其中一個工作，咁翻一個文員工，咁佢又係 support 我一份工作，咁可能走去唱片部做 sales 又係 support 我生活嘅一個方式。咁我諗係看看你怎樣看，因為可能有人會覺得嚇，喂，你讀了 master 噶咯喎，點解仲可以係咁樣生活方式？呢個我覺得係又係你要去諗咯，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 so what， 就算你讀了 PhD 又好點樣，我覺得係你係咪揾到你自己生活方式？咁我覺得我生活方式就係我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旅行、影相。搞任何創作性嘅嘢，咁工作只不過係嗰個資金係 support 我。咁當你七除八扣交到電費，交到食飯啊、食飯啊，其實維持到，其實嗰個錢唔係好多嘅啫。係啊。我想問咧，你係咪一開始咧？我好似借咗書咁喎，而家你唔係一開始？我覺得你借曬，對唔住。一開始即係點咧？你一開始就係唔會諗住揾正職。
咁樣。佢呢啲咪做正職咯？其實呢個都係正職㗎。我唔識。其實應該話，可能因為一開始我真係冇呢個概念。行政上路。即一般人以為嗰種正路。因為一開始我讀完設計嘅時候，其實係真係好好彩，有人睇中。我真的不需要打開報紙找一份工作，所以我當時已經是沒有一個麥叫做 full time job 或者找長工這樣的想法。然後因為每一次做的時候是騰冷瓜關冷騰，可能第一份 job 就是做一個 TV 廣告的，跟住之後呢就做一個宣傳的工作，跟住又走咗去電影做宣傳，跟住又跳咗去做 game design， 跟住又走咗去而家呢一個工作。咁所以其實真係從來冇諗過原來 full time job 係乜嘢一回事，反而係中意享受咦唔同工作其實幾好玩喎。因為你都有人請你嘅啦，都做咁多種工作，因為我叻咯。是很好啊，是咯，因為我冇諗寫，係咯，冇好諗。其實我覺得是你要自信嘅，即係和我覺得是你有不足的時候是真的去 back up 自己，即係譬如可能我由 design 工作走去做文字工作，其實我冇諗過我會走去讀文化研究的，我中間我是 take 咗一個 education 的 degree 的，即其實我是想住 take degree 的時候，其實都不是想住 take education， 是因為我覺得英文不好，我一定要惡補英文。那我是真的去了一個English school 度去讀了兩年英文，跟住個 professor 就話，其實當我不是 take arts and design 的 paper 的時候是零雞蛋的，他話不如我推薦你去讀 education 啦，因為佢裡面有 design。其實我就係咁樣又走了去讀。跟住讀下，跟住我覺得，咦，喂，原來文化研究幾好玩嘅喎，跟住我又走咗去讀文化研究，咁所以其實都係見步行步咁樣。係啊，同埋我覺得每一樣嘢係有 back up 我嘅，因為我讀完 education 嘅時候，跟住我自己真係慕名去教書，係又係一個 freelance 身份，係教咗兩年，走去唔同學校去教，咁然之後，到我又覺得，咦，其實原來文字性的東西是很重要的、我又覺得開始不如碰一下一些文字性的東西、但你一路走的時候會有些即都即奇怪的嘛，整件事即會有些人有些偏見或者有些阻撓有些例如有些什麼會的，即可能當然家裡一定是一個大的包袱，即他會 kind of 你究竟你之後想怎樣的，或者你的人生究竟是有沒有什麼目的的，你將來怎樣的，好擔心、你其實現在做的事情好像是一個玩一個嬉戲的狀態，你有沒有想過結婚生仔、即長遠的計劃、即家裡一定有這個壓力，可能身邊都一定有的，即可能、你不做 design 走去做什麼、走去做 sales 啊、還要在站在、唱片簿上 sell 人家買碟咁樣嚇，喂，你唔會覺得好浪費你之前嘅嘢？咁我又覺得，喂唔係喎，每一樣嘢其實係累積緊我的經驗。其實如果我唔做過嗰個 job 嘅時候，其實我又唔會咁大膽，每一次去旅行都係漫無目的係孭住個背囊。總之我覺得好有趣，我就想訪問你啦。我喂，咦？譬如我可能上一次有冇啲相可以我哋一路睇？哦，好，係咯，我跟住可以一路講啦。譬如這個是之前的工作，好多過他的，是啊，因為我有時候站在個收銀裡，有時候我是要執貨場，有時候我要做 sales 去 sell 那些 DVD， 所以過程裡面是很有趣，因為如果你不做過這個行業，其實你又遇不到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人，因為其實裡面你是遇到很多古靈精怪的人，其實這個已經是有成為我覺得是可以做的一個 project， 其實那個已經是我遇上起碼超過100個是奇形怪狀的人，即是什麼奇形怪狀的人，譬如好像 example， 我記得是第一個是買鹹碟的，他很典型是穿背心，還要問我喂我可不可以他問我喂有些什麼可以令到我興奮，我心想他不是玩東西你就聽，但是我又不會被他玩到，我相信他很認真，很認真，因為他真的做了功課，他真的 有一個 list 的，是我真的 check 電腦，是有這些電影存在，但是真的沒有出過 DVD， 沒有出過 DVD，
咁當然我亦都唔會俾下就我跟住我好詳細。哦，你想介紹日本又有韓國又有，你想要啲乜嘢興奮？即係我覺得既然你玩嘢興奮，我又你又玩嘢，你想邊一種興奮？跟住我又記得又接過一個咧，係佢話佢做特務啊。哇！我都是特務喎，你邊一派㗎？咁其實你估唔到，原來在一個咁嘅行業裏面，你是遇上很多奇形怪象。我覺得呢個是令我眼大大開的，咁我冇 expect 過嘅，冇 expect 嘅。所以我覺得原來如果我唔 take 一個文化研究的時候，其實我理解不到香港究竟點解會形成到一個咁有趣嘅城市咧？即係成日都話係一個好自由體系，但係咦點解又有會有呢一撮人走咗出嚟嘅咧？我覺得好有趣。你有去過即係譬如其他地方去旅行啊、影相啊咁樣？你覺得譬如你喺外國嘅即係經驗體驗啊，即係會唔會你成日都瞓喺度影相噶嘛？有冇啲相係嗰啲？瞓喺度。呢個台東啊。係咯。呢個有趣，因為我係拎住畢業袍去影相，即係你影畢業相嘅其實。係啊，其實唔係因為係啱啱畢業，應該一個月到，咁我覺得我仲未有機會影一個畢業袍，咁啱有一個 trip， 咁我就不如拎住個畢業袍去。咁但係呢個好有趣，因為係同期有一團友一齊嘅，佢哋會覺得好奇怪，嚇做咩走嚟影畢業相？影畢業相仲要瞓喺地下喎。他哋完全係會想像不到，咦？點解呢個人咁奇怪嘅？係一個奇怪眼光去睇一樣嘢㗎。因為我哋有好多既成嘅框框㗎嘛，畢業相梗係拎住嗰啲公仔啊、花啊咁，跟住啦 ，V 啊咁嗰啲啊，全部都係嗰啲嘢㗎嘛，係啊，跳起啊。但係你就會見到係一個咁躺卧式嘅一個嘅形態咁出現，佢哋就會好多 question 啦。其他地方嘅人咧，即係會唔會都係有㗎？我有試過，譬如走去一間大學。因為我武漢又試過，台北又試過，不同地方的大學是拍我這個畢業袍、有試過是有個 secure 他已經是 question 緊，應該你這件畢業袍不是我們的學校的，跟住我就說我是我上年畢業的，不過我跟那些 professor 不太熟咯，不過我又 miss 咗個畢業禮，咁我諗住翻嚟畢業咁樣，咁可能佢哋又會好多好奇怪，好懷疑咁。其實呢個我又覺得，咦有趣喎、我又好似玩到一個遊戲，咦原來又好似測試到唔同人嘅框架可以去到幾盡咁樣。外國嘅框架會鬆過香港？會鬆啲啊，但係要睇情況，因為譬如我火車站，火車站咦？唔知有冇？我唔知有冇。唔緊要啦，你做咩？呢個德國係啊，德國呢、這個好有趣，因為咧我係站站瞓噶，即係其實係咁咪好慢咯，好快噶，其實即係影嗰張相好快，好快噶。我其實幾秒就影完噶啦，因為那個 location 我係要經過八個 location 先去到我目的地。咁但係我好 enjoy 每一個 location， 你會見到好多風景好靚。咁我覺得我一定唔可以miss 咗呢個機會，咁我就好快去影。但係好有趣就係嗰、那個司機叔叔咧係好有禮貌，夠鐘啦，你快啲上嚟啦。但係如果你喺香港，你應該都點啊？點香港？你所有嘅活動有冇試過喺香港做先？有，你始終喺外國人哋對你係特別寬鬆㗎。唔係㗎，我喺英國試過俾個英國人係咁嘅喎。唔係啊，英國係試過佢係 warn 我，佢話你好危險，我要出 warning letter 俾你，以後禁止你上呢個站咁樣，係有試過。咁香港都有，因為香港因為佢跟隨英國嘅制度，冇錯。咪拉咗你啦！就算我喺大學度以為一個 public area 行啦，但係當我 set 個架準備發躺嘅時候，就即刻有人衝出嚟，特務出嚟，係啊係啊，冇錯，完全係阻攔噶。真係試過，我覺得係香港係難過其他地方。但係又咁講，如果你係一個外國人喺香港做呢啲嘢係得㗎。啊，星光大道呢、這個，呢個係應該啊，唔係呢個其實係同突破合作㗎，因為係七一一個紀念性日子，係想邀請外地人同我一起瞓喺度。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好快。當其時因為是他們記者跟著嘛，他估不到我衝出個欄杆就即刻不用三秒鐘躺就按掣，咁就即刻拍了張相。咁成個旅程其實我都有 expectation， 我以為是外國人被人趕啊，有被人趕㗎，有被人趕㗎，同埋係有 secure 嚟真係阻住㗎，同埋亦都我以為是外國人會喜歡玩呢一種方式，但
其實那一次活動是反而是內地人 enjoy 過外國人，是估不到的，我真的估不到，估不到。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外國人太，他成日都是這樣做咯。跟住話，你睇下嗰個鏡頭喺嗰度，跟住笑佢，可能驚呢啲咁樣。係啊，所以其實香港呢一個以為自由一個地方，其實反而是很多 limitation。我覺得反而是佢嗰個框架係太大，太緊，太大。我哋有很多集都喺度講緊香港人嗰種框架，好似嗰次草原地圖咁樣話。咁樣話瞓草地或者在圍院度轉翻嗰、那個，即係唔係向右行要行左，都已經俾人十個出嚟，係啊，拉你咁樣。成日都話嗰個 public area 係啦，就唔係 public。你只可以做某一樣嘢嘅，咁你做第二樣嘢就唔得嘅。係啊，我覺得應該要請一下嗰啲香港高官或者係負責做書啊，做嗰啲人唔係做書啊，即係、就是、叫佢哋嚟聽我嗰啲書講嘢。即係原來有咁多人罰佢睇書啊嘛，係啊，罰佢坐喺度聽。成日都話做好呢份工都做唔到，係啊，都唔肯聽人講嘢咁啊！呢次咪好咯，過嚟借下書咁樣。你會即係你覺得你理想之中香港可以、即係除咗譬如有呢啲活動啦，即係可以即係鬆開啲框架。你自己會唔會有啲諗法？香港會點樣會好啲咧？哇！其實呢個真係大嘅議題，我覺得，因為再講多集係咪？又要講多集，因為真係實在我覺得太多根基問題啊！即係首先。教育是否可以配合到？好啦，教育是一個問題。另外，社會是否又配合到？因為大家是已經是有兩個規矩在度。即首先譬如成日都話我哋要做一個有活，而家活動教學或者三三四又好啲，即其實唔係唔好喎，我覺得係好事。但問題嗰啲人係咪承受得到先？即有陣時候我睇到我。外甥女讀書好辛苦，佢而家做緊嘢係我 master 嘅工作量嚟嘅，但係問題佢其實係承受唔到，所以變咗我又要好輔導。其實嗱，你而家點點點呢一個係因為咁咁咁，點呢個係咁，其實反而係我覺得係吃力不討好嘅，即係我會睇到其實以為好似俾到一個好好嘅 sources 你，但係其實係咪承受得到咧？呢個又一個問題。好啦，到呢一個社會。又是否承受得到呢？即可能他讀完這些東西，其實社會是 linkage 不到的，即可能你又不需要去做一個藝術評賞總之打到一份工就可以了，或者賺到一份錢就可以，那完全他只是不如我只是讀 finance 好過啦，即不需要去讀什麼研究什麼評賞什麼什麼，只是懂得賺錢，不如這樣是好過啦，使乜做咁咧？所以我覺得係好多嘢係冇得 linkage， 冇得配套去 support 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咯。咁但係小嘅問題，我覺得係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可唔可以做到翻自己先？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唔一定要影響人，不過我一定要做得好自己先咯。咁如果我連呢一樣嘢做唔好，就連其他人冇講。所以我成日都覺得瞓身呢一個係。是我的很核心思想的，即是我每做一件事我不可以不瞓身，如果我不能够瞓身我就不如不要做了。即有阵时候譬如好像你刚才讲过的议题，如果我根本不能够瞓身去 critic 某些事，其实我真的不想讲，因为虽然我是读文化研究或者我有一个 很好的 background， 但是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去讲，如果我不能够瞓身做一个運動分子，其實我就不可以講很多很多東西，所以我覺得反而做好自己先咯，即我覺得做好自己，別人就會影即睇到的時候，他就會改變嘅。我覺得夏堅咧，仲有一分鐘時間，仲有一分鐘，你都係快啲嚟我哋個網站嗰度啦。係啊，因為我哋即其中一個得意地方咧，就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呢件事唔係即係淨係一個人喺度即係喺度噏完一輪，咁啊睇完呢個節目咁啊就搞掂咗咁樣。咁即係我哋係相信呢個世界咧係我哋每一個人裡面都有覺醒啊。即係我希望呢個覺醒嘅過程咧係由一個拉到兩個一班人一十個人一百個人咁一路咁樣去嘅時候咧，咁先至咧會成為咗即係我諗係全部人一齊點著蠟燭嘅時候，你先至照亮到一個地方。是的，是的，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即你
最慘係我頭先聽你咁講，究竟你話做好自己，究竟好多人裡面自己係乜嘢咧？佢哋都唔知噶。喂，好難、啊。所以呢個字咯嚟嘅。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係乜嘢，又或者想知道有多幾多個選擇嘅話，我覺得就去聽人哋嗰啲 experience 咯，睇下自己有冇。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香港有呢個空間。有冇、okay. 有冇咩可能可以做到阿 Kim 二啊，或者係阿 Kim 二啊？即係俾多幾條路俾自己揀嘛，好好嘅自己一條路行死去咧咁。嗯好啊，咁就記住去網站嗰度登記啦，就係參加活動，就係11月12號嘅咁樣。咁到時你就會見到阿 Kim 啦，會見到夏堅啦，咁樣見唔見到你咧？到時先啦，咁樣就下個禮拜繼續喺度會見到。係啊，你唔係登記做書咩？係，我講下先。下個禮拜，下個禮拜我仲會見到我同佢噶。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